星光大道之顶尖企划，站在我身边是学长曾志豪，你好。大家好，平老师好，大家好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这个刚刚豪哥讲啊，回到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？很奇妙。怎么奇妙法？因为在这边成长，然后又在这边被淘汰，所有好的以及痛苦的回忆都在这里。对对对，但是有经过这段，真的出去工作就有差了。哦，有专业的训练嘛？对对，表演上面就会有差。真的哈，所以其实在这个舞台，真的我们训练了很多这个很细的项目，让每一个人出去，不管面对什么惊涛骇浪啊，都能够处变不惊啊。没错没错。好，过年有跟爸爸稍微这个围炉一下吗？有。哦，有。那有稍微赌一下吗？没有，我爸爸现在戒赌。哦。什么都戒。哦，真的。然后每个礼拜都上这个教会。哈，去做礼拜这样。那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等他散会之后，他有揪人家在那边？你说在后面房间读经？哦，没有了。他现在真的就是专注于，就是我觉得他宗教这一块变得不像以前，他不会是这么，你知道，就是这么有心，就是去上做礼拜或者是什么之类。然后真的就是他现在自从真心忏悔，对，然后每个礼拜都会回来看他妈妈，就是看我奶奶这样，每个礼拜。OK。然后三不五时都打电话回来关心这样。家里都有贴天国镜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好，所以其实新的一年，每个人都有这个新的目标、新的展望，希望大家都有新生活啦。对，那当然，在这一个阶段，你要参加的是最佳方言演唱，我们的奖品呢是花莲理想大地提供的乐在应许假期3天2夜的住宿券哦。好棒哦，花莲真的非常美啊，有很多我们的这个艺文界的人士到花莲去开发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到花莲走走啦。那曾志豪，这个项目应该就是你胜出了吧？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对手有吴永斌之后，也比较紧张一点。哇，施乐斌也很强。对对对，所以你看到黄伟晋觉得还好？他今天是来玩的啦，他们不是很不看今天造型超可爱的吗？对啊，黄伟晋为什么会参加这个项目呢？哦，因为我们下周还有那个肢体不全的项目啊。等一下，我的肢体也不是很全啦。啊哈，那你方言有把握啊？你有看到曾志豪学长跟吴永斌学长吗？我看到他我就傻眼啦。就出台语专辑，然后我有尽量就是把咬字再练清楚一点。好的，这个项目不知道谁会胜出，请问曾志豪选的是什么歌？沙咪沙里。好，沙咪沙里，好好唱啦。 好吧，谢谢，加油，欢迎他的演唱。谢谢谢谢。山渐渐照亮无开灯的窗，空空的树杯装着满满的相思。你的身影虽然离开，但是我的心内永远拢是你。风吹草动嘛心叮当，想你三暝三日，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，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只有是随风乱纷飞。一摆，明知也无采工，风吹草动嘛心叮当。我想你三暝三日，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，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，只有是随风乱。昏昏
有一种尽情挥洒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尤鸿明老师，是，我觉得刚才那个我们志豪讲的也没有错，他在这边曾经比赛过、成长过，然后呢也被淘汰过，所以心情比较复杂。可是呢，培养了一个这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，就是你看你这唱这首歌很有大将之风，就是在镜头里面听你的歌声，听你声音略为这个沧桑的声音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有那种，这个舞台蛮镇得住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难的。一般人上去的话，其实他只是很安全的把歌唱好，可是如果能加上那个气势，就是这比赛你的获得，我觉得不简单的。对，那个气势就是好像就像我们一直在讲，把这个舞台当成是你自己人，你知道，永远要记得，爱唱歌的人一定有那一段，就是你知道，不管是披一个披风或什么，在自己家弄一个小箱子就站上去。然后自己就好像是王在那边玩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对啊，有哎，你现在有这种感觉嘞？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建宁老师，你觉得今天真是好演唱的？我非常认同这个鸿明老师说的，可是我另外再加一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听你唱歌好有感情哦。哎，虽然一开始其实老实说，一开始主歌的时候 pitch 有点不准，是不是稍微因为可能就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可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其次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说特别是在副歌后面整个 key 升上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真的是有点起鸡皮疙瘩。对，而且你唱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灯光的关系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头满脸都涨红了，好像你投注了很多感情在里面啊。这个离开我们这个舞台到底谈过几段恋爱啦？没有，就努力工作了。哦，还是因为2月16就要当兵啦，所以心情复杂。哦，也蛮，而且我觉得还蛮特别，就是要当兵前还可以接到这个通告。哦，也算是一个临别一唱，对不对？你要到哪里？到哪里当？到宜兰。不会是金六杰吧？对。哇塞，当过兵的人称宜兰金六杰是？我个人。我就是金六杰的啊，哇，学得好，学得好。你就是在那里长那么高的吗？桃子，你表现得太惊讶，因为宜兰只有金六杰。不是啊，因为金六杰不是人称当兵是最魔鬼的一个地方。对，以前直接就到外岛了，就跟我一样，对，外岛的跳板。那边是就是管教的非常的。比较正规，比较严格。比较正规，小胖，你拿麦克风干嘛？你有到金六杰过吗？没有，金六杰是一个很轻松的单位，是哈。会吗？哦，真的吗？以前最有名的两句话一定要跟对，魂断车轮谱，泪洒车轮谱，血溅关东桥。血溅，你应该是血溅关东煮吧？我是关东桥，跟人家在抢关东煮啊！对，你们血了。所以金六杰是很好的单位，真的，是是。这样吗？哦，好，在这边也跟长官先拜码头啊。对，学长，多多照顾啊。谢谢，麻烦。好 ，OK， 曾志豪的表现非常好啊。谢谢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你的劲敌要来了，吴永斌，请出列。